大家好，我是月八仙子熊夏，今年21岁，身高168公分，体重46公斤，星座是水瓶座 ，MBTI 是 INFJ， 兴趣是唱歌、跳舞、演戏、画画，还有打电动。最新的兴趣呢是帮我的娃娃自己做衣服，还有自己做光疗指甲。指甲的部分在我 IG 的精选前方可以看到。很开心能在未来少女见到大家，大家支持我哦。虽然画画一直是我的兴趣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挑战过速画，所以我今天要来挑战30秒快速画画。好的，那我是创造的李牧，也是身份的成员的简毛毛，也是理想中的自己。那这个月的故事，也是理想中的自己。计时30秒，计时开始。理想中的自己，好难啊！还有几秒，救命！救命！还有几秒。哦，时间快到了，时间快到了。到50秒。哇，等一下。五、四、三。等一下，很快了。一，停。好，请展示一下。我觉得已经经过一次的选秀，这是第二次了。然后我也觉得这是我自己最后一次的机会，所以在这一年期间，我希望你放手一搏，就勇敢去追梦吧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所以加油，以后自己。